是在四川的狗啊，很少看到太阳，然后看到太阳出来呢，它就觉得太阳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一直叫，知道吗？就是大惊小怪的。漂亮嘞、欸！哇，右边山壁也漂亮，又有一点井底之蛙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它好像比井底之蛙还严重吧？会不会？鼠犬吠日跟井底之蛙。哇树好漂亮啊、哦！哇，果然今年是冷冬，对不对？枫叶比较漂亮，敷不了眼。你看前面，你看前，哎，前面这边也漂亮。你看那个山壁啊，也漂亮。哇，你看地上，前面呢、哦？前面还有。山壁看一下，右边山壁。哇！对，这边是景点。姐姐，你看，我记得我们2009年那一次、就是，那是更漂亮啊，有绿油哦，颜色更丰富。今年可能稍微有点干了，但是我觉得还 OK 啦。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山壁了。那底下那边其实还蛮颜色还蛮多的，下面一点。哇，底下那边漂亮哎、欸。是臭博美、欸。哇，这啊，快看右边啊，妹妹那边啊。姐姐，你看前面，漂亮。哇，右边想不想要下来嘞？小鹿，我们先下来吗？姐姐，我打晕。妈妈还是妈妈下去看拍一下。代表。两小六岁九岁没有军功教，好，我来二十二次了。录影 ，Action。